最近咧啲曱甴咧越嚟越猖狂啊，成日都系半夜出嚟咧帮衬。讲真啦，出嚟系冇咩所谓，不过咧唔好成日俾我见到嘛。仲要系我食紧宵夜、睇紧戏嗰阵时咧行嚟行去，行紧嗰阵咧又嘈，几令人反感。地方咧就我嘅，好心咧俾个阿姐头你哋，依家咧好似想霸晒成个场嚟玩，当我臭食。亚太区啊，啲成为亚太区嘅街，你估真系十二点钟后你话事啊？前几日忍无可忍啦，放咗间咧曱甴屋咧搞劲佢哋，结果第一日咧就捉到两大两细，之后咧几日都 keep 住有效果良好，点知咧寻晚咧有两只细强咧走嚟，唔知系咪咧想问我攞人，有只爬上我只脚，我心谂你好几啊，之后就一手咧揈佢去九丈咁远继续打机，隔咗一钟又嚟两只，唔知系咪话得事嘅大强，本身都谂住大事化小，小事化无。点知咧，说时迟，那时快，其中一只开翼飞嚟撞劲我，当我流嗰只，即刻执起只人字拖，好似打桩咁拍拍劲佢，仲埋系咁问佢妥唔妥啊，妥唔妥啊？另一只大强咧就吓到即刻跑，头也不回，拍咗十几下，只大强俾我打到爆晒汁，断咗三只脚，喐都唔喐。相信咧，经过呢坛嘢之后咧，我谂班曱甴咧会收敛啲啊。